你在说什么傻话呀？哼，就算要一起共赴黄泉，现在也还不到时候。舰长，请快点起来吧。来，握住我的手。这家伙自己能起来，对吧？还是让我们来帮你一把吧。起。看上去，我们是在修伯利安失去控制之后，一头栽进了某个世界泡。嗯，我们的运气不错，经过初步观察，这个世界泡的环境很适宜生存，不用借助维生装置也能正常呼吸和行动。这哪里算得上是好运气啊？当然，环境比这里严苛的世界泡要多少有多少。如果运气不好，我们可能已经随修伯利安一起。说起来，修伯利安怎么样？这根本就是插在了大地上吧？哼，赶紧检查一下船体的受损情况吧。如果修伯利安没法飞了，问题就严重了。没办法，我也来帮忙吧。人类，修伯利安的情况怎么样？这里太阳好大，不止如此，你们没发现那个吵闹的爱将到现在也没个动静吗？难道说，哼，连智能系统的硬件也出现损坏了吗？你这船也只是看上去豪华，实用性完全比不上我的船吗？你说的对，但至少我们的船不会随便就被其他人直接开走。我只是一时大意，你不是经常吹嘘自己是天才骇客吗？现在倒是赶快修船呀。硬件虽然不是我的强项，但我要修好这艘我已经了如指掌的船还是不怎么费事的。只是我们现在缺少更换的元件，对吧？对，仓库的权限是和爱将绑定的，没有他的认证我们拿不到备用物资，而没有备用物资我就没法修理修伯利安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？差不多就这个意思。那么在这个世界泡里寻找我们需要的物资怎么样？在这里找吗？这个世界泡的文明程度光是看一眼就知道高不到哪里去，恐怕是指望不上。那也比在这里干瞪眼强吧。走，我们先去周围看看。